黑请闭眼，狼人请出动。给你个建议，先选一个名人堂选手。现在有一种很迷茫的感觉了，对，不是名人堂的话我替你跳下去。有人是预言家，有人是伪装者。我希望他选择我。太坏了，你凭什么说你是心理咨询师？选他，选造谣师。哎，为什么要害那些女孩？预言家是谁？